四月一日，有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晒出采访景甜的视频，他看到龚俊半裸视频后一直紧盯着看，还笑着说这个是露肉饭的，但他又用扇子捂住脸遮掩害羞的样子。而后网友开玩笑调侃景甜说，挡住我们甜甜看了你知道吗？但景甜立刻霸气回应说，没事，你一会发给我吧。看到视频中景甜的表现后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，都在评论区开玩笑调侃景甜和龚俊。有网友表示，看到龚俊和张彬彬加了好友，景甜可以向张彬彬要联系方式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景甜和张彬彬主演的电视剧《司藤》，以及龚俊和张哲瀚主演的《山河令》都非常火，不少观众更是两部剧一起追。希望景甜和龚俊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祝愿两人事业顺顺利利。